不准不准，发财了发财了。什么发财了？来了一个土豪大客，你赶快去接待一下。在哪儿？就在这儿啊。马总，我怎么看也不像大客户啊。看来你社会眼里还是太浅了。如果是林软头张张脸，隐藏身份很明显，麻布袋竹筒棒，家里肯定是有矿，黄胶鞋，破洞裤，土豪都这样炫富。我先你去试试。哥，来看车吗？不，我是来吃饭的。大爷，你吃吧。谢谢你，年轻人。好久没有吃这么舒服了，年轻人。为了感谢你，我把辛苦赚来的这些都给你。哇，这口袋里少说也几十万，看来我没看错，他果然是个土。从对面的汇品收购站就能换钱。保安，店里有个神经病，麻烦请带走。哎呀，不是我，是他。啊，这不是传说中的大股东刘总吗？他是刘总。刘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这什么情况？报告刘总，这个糟老头啊，就是这位销售放进来的，被我发现后啊，我正准备把他赶出去。他是我爸。木子，来了一个重要女客户，你来给我做下翻译。翻译找我干嘛？我只会汉语。只有女人才懂女人，你把我说的话翻译成女司机能听懂的话就行了。哦，我想起了，我还要带客户去试驾。还是先去翻译吧。美女，我们这车是能量脉冲速盖山，激光点阵贯穿式尾灯，FOTA 电子电器架构。我们这个车非常好看。车里有全新智能交付系统，搭载高通骁龙815芯片，可以实现600兆匹/s每秒下行速度。车内有免费 WiFi， 还不卡。我们车有 1.5、1.5T、2.0、2.0T 的。我们车有红色、白色、银色、蓝色。我说的是排量，你给我翻译成颜色干嘛？我要蓝色。炸！哎呀！工作期间他怎么在这儿睡觉？组长，他这个月踩了狗屎运，拿了销冠。销冠有什么了不起？木子，起来，去把车模全部给我贴了。经理，你可要给我做做主啊！切，自己手脚管不住。木子，谁让你睡在这儿？快去把垃圾给我倒了。炸！切，自己的手下都管不住。木子，谁让你睡这儿的？去，给我倒杯水。老板，你快给我做主啊！切，自己的手下都管不住。木子，谁让你睡这里的？小伙子，要睡床上才行嘛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顶住方向，发现目标，知道请回复。收到，马上和你会合，准备采取行动。收到，收到。小子，总算逮住你了！你欠我的800块钱送货尾款，今天必须还了。我不是后天一定还吗？你急什么呀？哦，那我们后天再来吧。哎呀，你傻呀！这话是他前天说的。还好我反应快，赶紧还钱。我凭自己本事欠的钱，凭什么要还？他说的好有道理哦，我今天无法反驳。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和我讲道理的吗？真是狗肉包子，上不了席。小赵，我一看你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来吧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老公加油，老公加油，加油加油！暴力讨债不仅要不到钱，还要赔你汤药费，我才没那么傻呢，下次再找你要。怂包！哎呦，胡说，我这是去叫人。叫人？小赵，再问你一次，到底有没有钱还？哎呀。有啊，速速还来！你为什么非要我今天还钱呢？因为我没钱了啊！他雇你们今天给你们发工资了吗？刚才你们也听到了，他钱都在我这儿，他身无分文。我今天就雇他们俩保护我，看你怎么把钱要回去。你就这么走了？你看我们都亏成什么样了？其实最亏的不是我们，啊，雇那两个帮手需要8000块钱，倘若他付不起的话，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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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老婆，我下去跟他沟通一下。哦，大哥，我们是送货的，通融一下。凭什么给你通融啊？大热天我辛苦站一天了，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。哎呦，哦，大哥，大热天辛苦了，我来给你擦擦汗。不是自己擦墙吧？赶紧开走。哎呀，老婆，他体面无私，我毫无办法。快走。
亏你还说自己平时多会社交，人脉多好呢。不是我没人脉，只是我还没有动用而已。你看好了，小子，你知道我认识谁吗？谁啊？你们安保公司的胡总，可是跟我喝过几次酒的哦。那又怎样？我这个位置你坐上了吗？没有。那你陪他喝酒应酬半天有个屁用啊！是干嘛？软的不行，我只能拿硬的了。既然生意做不了了，赶紧走吧。你倒是把人给扶起来啊，不然有理都说不清了。我哪敢啊！我们这件生意才200块钱，我能去扶他2万块都没得。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哥，地上多脏啊！赶紧起来吧。姑娘真是人面先生，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这是我的车，可以让我们在这儿停一小会儿吗？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门口有辆货车，想停多久停多久，全力配合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下来搬货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先生，我们到你小区门口了，没看到你人在哪儿，你开个位置共享嘛。我手机没这个功能，说一下你的具体位置。我旁边有棵树。你这报的什么点？我来给他报。喂，帅哥，你从你们小区门出来之后，直走50米，然后再右转20米，然后看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右转3米就能看到我们的远程货车。好的，你稍等呢。看到了吗？这才叫爆点。没看见呢。哎呦，看来这个人眼睛有问题，只能采用听声辨位了。听声辨位。这样有用吗？狗叫什么呀？别影响小孩上课。帅哥，刚才听到一段天籁之音了吗？完全没听见呢。看来他的听力也有问题，只能吸引他的嗅觉了。嗅觉？我找了你好久啊，你终于来了。没，你借我用一下。哎呦！我在旁边卖牛肉粉，顾客都说我做的是螺蛳粉，全都被你熏跑了。谢谢美女，你老公是踢足球的吗？要不是我鞋没穿好，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喂，喂，闻到股臭味没有？完全没闻到啦。你不要眼睛闭着，都听不清楚还要说？哎呦，你说的什么方言啊？我完全听不懂的啦。一个成都人听不懂四川话吗？成都？哎呀，我在广西的，可能小区重名，我下错单了。你们也不知道活死一下了，浪费我这么多时间，差评，双 Q。 哎，喂，他挂了。哎，怎么了老婆？早上出门谁忘了关水啊？哎呀，现在关掉不就行了吗？干嘛大惊小怪吓我一跳嘛。本来创业就在亏，白流一天水更是雪上加霜，都怪你忘了关。喂，你别乱扣帽子啊，我记性一直很好的。我记忆力也不差呀、啊、不是你，难道是我啊？那请问你的剧追到了多少集？11，不对，12集。错，是第15集。因为就这种跟生活丝毫不搭边的事。那请问冰箱里面还剩什么？还有几包牛肉干和一根火腿肠。错，冰箱里面的东西全部被你吃完了，害得我昨天晚上差点被饿死啊。你问这么难的问题，谁记得住啊？那请问高压锅在哪个橱柜？就在这里面，是我放进去的。哎，我说的是那个。我们根本就没有高压锅。你还敢说你记性好？我以前不这样的，现在记性不好，肯定是受了你的传染。真是笑话，你随便考我。2015年3月5日吃午饭的时候，我右手边第二个坐的是。晶晶。看来你还是忘不了他。哎呀。哼，绝对是他忘关水了。哎呦我的妈！